炮，鞭炮。当新年来临时，我们放鞭炮庆祝。鞭炮。倒数，倒数，我们一起来倒数，数到新年的到来。倒数。气球，气球，气球像是彩色的大泡泡在天上飘。气球。烟火，烟火，新年晚会会有很多美丽的烟火绽放。烟火。贺卡，贺卡，我喜欢写贺卡给朋友，可以写很多祝福的话。贺卡。月历，月历，月历上有每天的日期，可以帮我记得重要的日子。月历。庆祝，庆祝，庆祝就是和朋友一起玩，一起笑。庆祝。干杯，干杯，在派对上，大家会一起说干杯，然后喝果汁或汽水。干杯。游行，游行，新年游行会有很多人在街上跳舞和走路。游行。元旦，元旦，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，我们会一起庆祝。元旦。聚会，聚会，新年聚会就是和朋友家人一起玩耍和吃好吃的食物。聚会。家庭，家庭，家庭是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地方。家庭。晚餐，晚餐，晚餐时我们会围在桌子旁分享美味的食物。晚餐。幸福，幸福，幸福就是感觉非常非常开心和快乐。幸福。喜庆，喜庆，喜庆就是很开心的节日，有好吃的和好玩的。喜庆。